日系的女性女生这样子。日系，像滨崎步这类吗？滨崎步、喔，太浓，太浓，现在没会，太夸张了。就是不要那么夸张，广末凉子那种清秀一点，就是日系一点，是不是？但太夸张，我觉得也不太适合我吧。请问另外四位在运动界，枕头染金发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参赛就没有人管，是不是？不会规定的。OK， 因为曾雅妮是稍染了一点褐色，你有试过要染更诡异的颜色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们打球很多颜色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因为上镜头的时候就很好看。那你觉得郑少杰那个发色好看吗？还不错啊，外国人常常都有这种头发。那你觉得陈立会有多怕冷？立会真的是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吧？李总好像快要去做饼的感觉，要烙年过年的饼。因为照理说选手不是应该是身强体壮，干嘛穿那么厚的衣服？因为我们这样比较有摩擦力。比赛时候是要穿着的吗？对对对，所以是拔河的时候需要维护那个，不要磨伤。哦，就把那个绳子塞在这边，是不是才不会把腋下的皮磨破？哦，贝贝你要准备好了哈，第二位的那个成就哈。嘉玲，请你起立好吗？第二位的成就，陈嘉玲，她是2006年越南河内女子公开赛的冠军，2007、2008年国家代表队的选手。台湾之光的陈嘉玲是2007、2008年中华台北拳击赛代表选手。没光反照，没光反照。你也是有体力的吗？你这位先生。对打对打。请问报完了没？报完了。OK， 请问嘉玲她有没有漏掉什么？我是2005年的亚洲女子拳击锦标赛冠军。你为什么不报？你又漏掉一个。根本是隐藏好消息啊！下面还有吗？没有吧。所以嘉玲哪一次比赛比的最苦？2006年俄罗斯的比赛是被打很惨吗？那次对，就遇到世界冠军，然后没有比完比赛，然后就因为鼻血流不止，那下来之后还留半个小时才停。留半个小时，你真的还有血吗？就因为一直就止不住，对啊，止不住。所以是分不清泪还是血了吗？当时没有流泪，就还没有歪掉啊。对啊，而且你的眼角没有被打破过。对啊，而且你的眼睛很深邃。哦，现在是在调情吗？手做交往对象会有阴影吗？阴影啊！你敢跟他吵架吗？我怎么敢跟他吵架？你怎么交往都不会交往？所以陈嘉玲如果生气会，他那个一拳还得了，你的鼻梁会断掉。那好，我们在玩那个游击剑，我棒打就要150磅。所以你跟男生吵架，真的会给他一个左勾拳这一类的吗？不会。可是如果只是想要单纯的跟男友，就是你知道打情骂俏，就说哎呀讨厌了，对不起，说不出。是不是有这样过吗？就